也不知道各乡镇啊、各乡镇的地方人士的认识都不一致啊，很做事、有做事、会做事三个字，所以这次的选举我是充满了无比的信心，尤其我们中东军现场又当我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台监院里啊、那个竞选组织的一个主任，那是一个兴奋的地区，这也是表示我们的决心啊，在业界不能一起没有什么业绩来赢得比拼，来赢得政治选举的胜利。三线出政军